你创啊？大所长，你是当时来的，走路哪拢无声？看你这么紧张，你是不是做啥亏心事啊？无啊，哪有？哦，那呢，啥物件藏在后边看卖？就甲你讲无啊。绝对袂当让伊知道我拄只在创啥，安尼想较见笑。哎呦，董事长，啊，你一个查甫人，一定想要看查囡仔私人的物件，很没有绅士风度。坏掉，你嘛不能生淑女啦。我是想哦，想到今仔日我拄着这个邵秀清啦，下歹我世界好心情，只要看到你哦，我就感觉足无欢喜的。既然看到我会让你心情不好，想怎么说的？杀掉我哦！想杀掉你啊！你这臭流氓！你蛮什么熟的啊？你这是有变态跟踪狂啊！啊，无奈这拄好，行到地方拄到你。这个问题问了真好，想算这拄啊好。咱两个人伫底店同齐来，就拄到三个。杜先生，贴名片。你真正用功嘛？就是啊，那呢，我会当得到几分？八十分，九十分。那收六十分哦，你来投球啊？哪有可能这么差，分数这么低啦？从啥你看我？看起来哦，你需要专业的改造。什么意思？你看着我微笑的模样是如此的忧伤。来，你坐下啊！我知你心内全部记得拢写落来，这记忆瞬间重要。因为我身体健康更加重要。你当初说安尼，所以才上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照顾好，听到无？我请你专业的造型师替我西装打扮，应该变较就好看。OK， 大功告成。跟我好看，慢慢我，跟着点。